得在2017年3月的时候呢，金刚上师辛格仁波切他正在噶达丁语寺庙闭关。有一天早上，仁波切就吩咐说要制作准提佛母的咒轮。我们即刻便到处去搜寻，但都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咒轮，就提请师公加多仁波切呢创制一个能够利诱庇佑带者的准提咒轮。就在3月21日呢，加多仁波切呢就开始初步绘画，也通过法师根考丹的多次协助呢，几天后经过多次的修改，这个咒轮才顺利完成。在一个星期日的早上呢，马六甲的主席Alan Go 就接到我们的一通电话，就是要他帮忙引用多个咒轮呢。听了这通电话呢， Alan 就哇，他就四处去购买黄色的纸呢。大概黄昏六点的时候呢，才开始在马六甲的寺庙引用。当中他也联系到他的引用店的一位朋友刘先生呢，帮忙用机器切割。刘先生就在当天晚上呢，大约花了一个钟头后才完成。Alan 呢，这才赶快从马六甲呢深夜开车呢，到凌晨3:30呢，才把这些咒轮呢送到各大寺庙。接着在早上5点的时候呢，上师便在闭关的期间中呢，也同时开光了这些咒轮。接着的4月4日呢，经由杰杜尔米切指示下呢，我们也学习了如何正确的折叠这些咒轮，而封面设计、包装呢，都由杰杜尔米切和辛格仁波切呢精心讨论而制成，才圆满了这个世界独特唯一的准提佛母圣护符。那就在2017年呢11月17日至19日的3天2夜的闭关法会中。再次由加多仁波切、辛格仁波切法师们与多位参与者呢，在各大定义大乘禅寺呢，祈请准提佛母荣辱咒轮，以便让佩戴者呢能够受到准提佛母本尊的特别庇佑与加持。祝愿大家一切都吉祥如意，愿所就成。